啊，今天趁着行情在整理的过程，我也不急，等待那个最甜的那个最完美的买点出现，买了就希望它马上往上，所以这两天随时要进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。那今天是礼拜一，那就指数的部分呈现一个小幅度的反弹。当然早上盘还不错了，涨168，目前录音的时间大概12:38。那涨点剩下70来点，那一度的还压回到早上一度只有15点，那刚刚盘中一度压回到大概剩50点左右。那么就是一个小涨的格局啦。主要还是因为成交量预估量只有2600多亿。一来因为今天是礼拜一，通常礼拜一比较容易有一些小卖压 Monday Blue， 我想这也是常见的现象。那再来就是说这个礼拜六准备要大选，所以市场上主要的投资机构大部分的操盘人目前动作都不大，就是些中小型的标的会有一个比较活泼的一个操作，但比较大的部位目前基本上都按兵不动，反正要大选了嘛。不管谁赢谁输都到选后才会做比较大的一个动作，所以预估就是说这个量缩可能会这个礼拜都差不多，所以指数的空间恐怕也不大，可能就一个横着走的一个格局。那国际股市刚好也都在一个整理，台币呈现一个小幅度的升值，所有的状况显示都还蛮稳定的，所以我认为这个礼拜就是一个个股的一个操作，个股的表现。那强势部分还是在于就像我说的 IP 股 IC 设计相对来说还是强，比如说早上晶晶科最高来到334，虽然说冲高稍微翻黑，但至少人家是前面是连续7根的红棒，那拉回的过程量缩的相当不错，而且只回一点点，所以这都是在一个盘势在整理的格局当中的相对突出的股票。6462神盾早上也是先冲高149.5块创新高，然后才翻黑，目前也呈现一个小小跌，一样上涨没有压力啊，创高稍微拉回，今天量算是 不小、代表就是低档承接换手的成交量还是有，所以这个我认为相当趋势都不变。然后3588的通家也是一样，早上也是冲高到97.8元，目前才打回到平盘附近，这都是一个小幅度的获利回吐。但是你要想就是说行情是这样子走的，大盘是从高点打下来横着走，指数几乎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弹，但是神盾冲新高，通家冲新高，金利科冲新高，安国冲新高，高档130卖掉，所以 IP 股 IC 设计股还是相当的逆势，相当的强势。所以我只讲简单结论，盘势还在整理，这一组领先有人陆续冒出头创新高，它是整个个别族群里面最强势的，等到下个礼拜大选结束之后，我认为这个族群的表现应该会更为全面更为整齐，仍然就是最强势的族群，最强势的主流，所以操作还是重点还是要放在主流股啦，你才会事半功倍，容易赚大钱，我想这个讲白就是这个样子。那经济科来说12月27号礼拜三那时候三角收敛，我就说量缩到底差不多啦，所以就先拉到 259.5 元，那量跟说后面补量就拉到264，之后就一路上了284、283、299.5元，就超过300，来到323，然后335，然后今天大概334，连续创高，今天稍微拉回做整理。146买进到 336.5 的最高点，总共最多大赚了190.5块，高达 130%。 郑老师常在讲一次赚一倍不容易，如果一次可以赚三成就等于超过一倍的获利。但是晶利科经过这2个月的时间，从146到336.5元就赚了 130%， 就高达一倍，再加上一个三成获利，已经超过了4个三成获利，所以这简直是赚翻了。第一季呢估计有新的产品就要量产，带动基础营收开始往上，今年会有2到3个新的开案，第一季应该就会有一个新的开案，应该有机会可以开得出来。那我也说就说法说提到的案子有大概5、6个，那大概未来只要每开一个，那权利金的整个
规模的贡献可能会超过一个股本以上。但是因为 ASIC 的开案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开案的时候会有定金，后面随着开案的进度会有权利金陆续照进度会进来，不是说今天一签10块钱就进来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说 EPS 很难估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开在第一季，或许今年可以贡献到接近10块。但如果说你开在第三季或第四季的话，那可能就贡献就是前面那一部分而已。所以今年的整体 EPS 的估算是很难抓。但如果说今年陆续开，那明年越开越多的话，后面越跌越高，未来这两三年的 EPS 可能一路的翻上去。如果说现在整个 IP 股里面 EPS 未来有可能会追到创意跟四新的，我认为就是金利科啊，爆发力会是最大的。而且呢，ASIC 的部分目前订单开始从一线上溢出。IP 股说，今年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利多。第一个就是近期的美国又限制爱斯摩尔的 DUV 的机台不可以卖给中国。这个只是一系列的限制中的最新的一个小进度而已。中美的科技上的对峙，目前是看不到边际的，还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结束。当美国不断的掐住中国的脖子的时候，中国想要IC 设计或者半导体自主的发展，它最差最需要的就是 IP。那美系也不能用，它对于台系的 IP 的依赖程度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哦，所以这个部分仍然是台湾的 IP 股的一个大力多。那再来就是说一线的 ASIC 厂，它的订单持续的溢出，这也非常重要。因为你看创意跟思芯这种一线厂，Google、Amazon、微软，然后这个 Meta，然后 Tesla、特斯拉、Tesla。光是这一些大客户的订单，其实就应接不暇，因为人力资源有限，R&D 人就是那么多啊。你要扩编 R&D 的，要么你就是挖角，不然你要培养新的。台湾的大学应届毕业生，合适做你这个产业的人，其实就这么多。那你还要有一段培训期呀，所以你要扩编没有那么容易呀。所以你硬体的产能，花钱买设备容易扩张，但是你人力资源的产能，你这个要扩张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，当这些大厂那应接不暇的时候，所以说他们就专心顾好一线的订单，二三线的订单就外溢到所谓的二线厂，所以一线的 ASIC 的厂的订单就开始溢出。所以今年包含安国、金利科、聚友科、威盛、智元等等这些公司，我认为都是大受惠的一年，都是大受惠的一年。所以未来这三年，他们的这个发展会相当相当乐观。所以简单讲，就是说今天已经从146涨到336.5元，上档目前都没有压力。好，那随着今年的新的量产跟新的开案陆续开出来，好，那随着后续数字大爆发，目前股价不必预设高点，涨了一倍之后，或许今年都还有翻倍的机会。好，所以目前我们持股都还是持续的大赚续报当中。安国上礼拜130卖掉，那当初是买100块，买100块的时候是聚友科出在270块，大赚50%，转进安国买100，喷到130出掉，这边又再度大赚30%。那为什么要卖？因为我告诉你说它快要分盘交易20分钟了嘛。今天果然被关了啊，被关了啊。我们礼拜四卖嘛，那礼拜五、今天礼拜一2天之后就被关了。那今天也回到大概124、123.5元，因为一关就是2个礼拜，不急就让它先整理。就让他先整理，因为呢，两次操作，第一次是57.5元到92.5块赚了60%，第二次赚30%，合计起来赚108%。哦，所以这边大赚出金，转进神盾，哦，分盘20分钟，这边不容易表现啊，就先让他做一个量缩的整理，2个礼拜之后再来看，哦，再来看。但我认为安国今年一样还有非常大的空间，卖掉安国的礼拜四。转进的安国第二六叉叉叉就神盾嘛，买到平盘小涨附近124，当天收129.5块就赚4.4%。礼拜五是涨停买142，早上最高来到149.5元，又涨了5.2%。那一度最多124到149.5元就赚了25.5块，最高赚了20%。那我认为创高稍微做拉回这都 OK，但是向上趋势不变，搞不好尾盘翻红，明后天再过高，我认为这趋势就是如此啊。因为投片今年整体大增300%，在台积电的投片就增加了600%。这个礼拜整个集团要有新产品的发表，会发表 AI 相当多的新的产品，包含电脑用的、车用的都有。今年估计可以赚大概8到10块钱，
同样的，这一组25倍的本益比相当合理，乘一乘就知道说这股价还有相当大的空间，所以并不必须要预设高点。所以聚友科赚50%，转进安国赚30%，再转进神盾这边最多要20%。那明后天如果再上去，我认为要赚30%也不是问题。所以强势股就是一档接一档，咱那个操作节奏可以踩得非常的顺，50%、30%、20%这样子赚下去，那不得了，不必每一档都跟金一科一样一口气就130%，不用。30%、20%、30%，那赚起来3个就是1倍嘛。所以你看，聚友科、安国、神盾这样有没有1倍？100万乘1.6乘1.3，再160乘1.5，因为聚友科赚50%嘛，再乘以1.3，那现在神盾最多赚20%，你乘一乘，我相信也超过1倍了。我相信也超过1倍。所以一档接一档，其实那个获利速度是最快的。然后通家礼拜三涨6.8%，就开始增温了嘛。然后礼拜四呢，85.5元，我就说酝酿中，大行情酝酿中。那礼拜五就涨停板90.8，今天早上最高来到97.8元，大涨7.78%，再创新高。从83.2块买到97.8元，最高赚18%。这个虽然说还没有说三四成那么多，但我相信很快就会超过30%了。因为 ADI 说2月4号要涨价，类别 IC 今年会开始涨价趋势。那近期呢，通家据我了解也收到相当多的急单。所以投片部分大增了，大概有1万片啊，大概1万片，估计从第一季营收就会爆冲，季增率可能会有高达70%，所以整个获利数字要大爆发。如果后面有机会跟着 ADI 这种大涨再做涨价，获利会再上去，我估计今年的获利至少超过8块钱，如果涨价就有可能上看10块钱，一样嘛，乘以25倍，现在股价连100都不到。同质的股票6799的来捷，这一波最高我们卖在200块附近，目前大概180，股价高出通家大概1倍。但今年据我所了解到，目前为止通家的接单的爆发力比来捷来的强不少，所以未来这两者价差会快速的接近，所以这个不预设高点，那我相信要赚三成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到上个礼拜五为止啊，金一科最多赚大概129-130%，安国两次操作赚108%，第二次是赚30%。礼拜五的神盾涨停，通家涨停，今天都创新高，才稍微拉回在平盘附近做一个震荡。这些股票看起来都还有高点，因为都是今年的趋势股，所以我会带着大家来回做换股、做交叉的操作，一路赚完今年一整个大多头的波段行情。但是你也不要去追高，因为追高不是郑老师的一个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啊，不是我的特色啊。所以我就说未来这个礼拜要用2-3天的时间买进神盾第二股票，我都已经 ready 好，都安排好了。今天趁着行情在整理的过程，我也不急，等待那个最甜的那个最完美的买点出现，买了就希望它马上往上。所以这两天随时要进场。所以说如果说想要跟上神盾第二的，只要在 YT 或者加入我们的 LINE，要赖的方法很简单嘛，就扫一下就有了，或者扫描或者输入小老鼠 Star Master， 或者扫描 QR Code。加赖之后，只要在赖里面留言168，我要上车，加上你的联络电话，在未来这两个礼拜，我就带你用2天时间，神盾第二买到爆，买到满，我们过年前一起大赚一波，祝大家超顺利，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